汉堡来它最大的魅力是每一个从业者都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可以让我跟我所爱的人一直一直在一起。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工作。在冬天我想滑雪，我也可以在滑雪地做我的健康产业。我们可以在全国各地没有任何限制任何地点去工作，一边旅行一边工作，很难以置信，对不对？如果说生命是一个旅程，第一天你选择康宝来这个旅程已经开始你的精彩，从没有变成有，从没有健康变成有健康，从没有自信心变成有自信心。今天在康宝来里面太好了，我可以做我愿意做的事情，我可以去面对一切我想帮助的人去做，跟他们一起做一些我们大家都想做的事情。我也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地告诉所有人说，这个事情我们不应该做，这个事情不符合我们的道德观念，这个事情不符合我们的市场规范。我可以去做一个真正的坦坦荡荡的一个工作者。所以康宝来这份工作其实是把每一个人变得更健康更富有，然后更快乐，然后更有成就感，然后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。那在康宝来，要么拥有很多钱的同时，要么拥有健康的身体，最关键的是他要么有时间去享受生活。我自己当年就是兼职开始来经营康宝来，然后做到一年的时候，我的收入远远超过我自己工作时候我在全职。当然今天在中国情况不一样，很多朋友甚至在走进康宝来第一个月，他就是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全职的我们的事业的伙伴，因为他感觉到哦，原来康宝来那么简单，只是自己变健康了，然后去传播健康。你知道吗，我今天每一天起来都说，不管天气怎么样，太阳出来了，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太棒了。我以前起来都是一种非常非常难受的，太阳出来是里面还是下雨打雷的，但是现在每一天都是阳光出来，我觉得这种是 unbelievable incredible太棒了，一定要来参与这个康宝来大旅程，保证难忘、精彩、快乐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，最幸福的工作，最具价值的工作，最与众不同的工作，最精彩的工作，世界上最好的工作，世界上最好的工作，世界上最好的工作，就是在康宝来。